报恩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报告事项第九十一案，国民党党团异议之表决。我们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九十一案之表决，出席一百零六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七十二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的意见通过。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针对报告事项第九十一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九十一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六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七十二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来处理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请宣读。第九十二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部授实字第10513019-15号公告修正《中华民国输入规定 F01F02 货品分类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事项九十二案，点名表决，出席一百零六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七十二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来进行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之表决，出席一百零五人，赞成三十四人，反对七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由国民党提案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第九十二案重复表决，出席一百零五人，赞成三十三人，反对七十二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九十三案，请宣读。第九十三案，卫生福利部函送罕见疾病防治工作奖励及补助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内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四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协助积极自立脱离贫穷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五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社会工作师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执照更换办更新办法及专科社会工作师分科专审及接受继续教育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六案，卫生福利部函送修正二零五项罕见疾病 ICD 九 CM 诊断代码刊物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九十七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包装食用盐品之服标示规定，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
第98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第二条附表一及第三条附表二，程序完会意见，拟请于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99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管理运用及监督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完会意见，拟请于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会有异？好，国民党党团有异，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有异我们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99案之点名表决，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表决，报告事项第99案，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事项99案，表决结果：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针对报告事项第99案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告事项99案，重复表决，出席106人，赞成35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100案，请宣读。第100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化妆品中禁止使用 antihistamine 成分，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1案，卫生福利部函送反式脂肪、食品添加物、磷酸盐等对国人饮食摄入之暴露量及健康风险评估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请宣读。第102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传染病防治法施行细则第10条、第13条及第16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3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传染病流行疫情监视及预警系统实施办法第4条、第12条及第1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委员会有异，无异通过。下一案。第104案，文化部函为修正出版品及录影节目带分级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报告事项第104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议。好，我们有异议就表决。国民党党团提议采用点名表决，现在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委员欧博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事项第104案，点名表决，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104案之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104案之表决，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提议重复表决，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第104案之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异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告事项104案重复表决，出席106人，赞成34人，反对7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报告院会，现在时间。请回座。各位委员，请回座。各位委员，各位委员，请回座，请回座。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宣布。各位委员，请回座。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宣布。报告院会，现在时间12时，将这散会时间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处理到此告一段落，现在散会。